大家好，又是我鄉口Carl啊，今天繼續玩呢個 GTA SA 嘅。咁雖然咧已經打爆咗 GTA SA 嘅主線劇情啦，但係 CJ 嘅旅程係仲未完噶。咁而家身後咧就係、玩具店啦，就係、要買咗佢咧先至接到支線任務嘅。咁啊買啦30,000呢啲模型店，呢、Zero RC。个差佬睇住我怼冧咗条友，好入去啦！我呢间就系、哇好多模型噶哇，原来呢一集已经有呢个无能狂怒人啊，真系而家先知道，有好多模型呢一度。你咁接得任务未？呢个我嘅员工嚟嘅呢一个啊，太样衰就请嗰个啦。哎，打电话嚟啦 ！Hello，Hello， 喂，系啊，系 Zero 啊！喂，我签约嘅时候你唔喺度嘅，因为敌方领土进行紧危险嘅侦察任务。好啊，你话点就点啦吓。咩要收拾下先？呢度乱七八糟，唔系啊，几干净啊，里面啱啱入咗去啊，系嘛，接咗任务。點解係 Zero 譯名叫基羅，唔係叫阿零啊？零會型啲喎，我係阿零啊！空中特襲係咪玩遙控飛機？好似又係玩咩 GTA 系裡面其中一個好難嘅任務啊！ Hey, what up, Z? 喂啊 Z， 喂我血壓破標啦，靠！我嘅希望同夢想都破滅啦！我俾咗錢你，仲想點啊？ Wow. 買咗你間鋪頭咯已經。咩暗黑勢力戰勝咗正義？人生充滿不幸，時不時咧穿插痛苦，中二病發作。你講啲咩啊？啊，唔好意思，我冇掂毒品嘅喎。咩？伯克利翻嚟啦！哦，伯克利。乜水啊？乜水啊？佢系我嘅手下败将啊！哇，后面系 GTVC 嘅玩具喎、啊，原来系阿 Tommy 喎，同埋阿边个吓？我知啊，你一定系搞佢条女啦嘛？咩位科展到攞第一名啊？所以佢就想怼冧你啊？呢班友黐線嘅嚇，玩玩具玩到要懟冧人，咩事啊？喂，係佢啊！阿伯克利咧展開全面嘅攻擊，喂，好癲喎！我呢個打飛機啫，唔係揸飛機。如果摧毀咗發送器，我哋就冇辦法再反擊噶啦。唉、hey, ，玩具啫，喂，唔系玩具嘅，即系体积比较细啲，佢哋有真系有炸弹喺度，用火神机枪。哇，嗯啊，是嗯啊，嗯啊。喂，唔好太过得意，可以松近啲支机关枪啊，或者火神机枪。咩九点钟方向？但我望咗佢3点钟方向。虽然我唔知道你嘅九点系唔系我嘅九点啊。哇，嗰度有一炸喎，喂，喂，有只嚟紧。嗯，喂，睇唔到喺边，太细粒啦，喂。哇，咁远都射得中嘅，原来。嗯啊，嗯啊，嗯啊。我等我自己射烂，自己射烂啲发信器，可唔可以射佢啊？拜托你。哦，系得嘅，哦，佢仲有个呢、這个滅火器啊！等你阵间佢真系咧，如果掟咗炸弹落去，就会负责滅火。诶、哎，再嚟多次啊！再嚟多次啊！我最仲有啲钱喺度添，佢。哎，要攻击我嘅发射器啊！如果佢摧毁咗发射器，我哋冇办法反击噶啦。No problem, man. But they're
佢哋唔係玩具嚟嘅，即係體積細啲啫。嚟嚟啦，嚟啦，嚟啦，嚟！ CJ, bogey's at 12 o'clock. Miss DJ, 12 o'clock. 哇！俾佢掉咗個炸彈，見到。我知道撐過兩分鐘就得嘅，原來。你拉奧克亂咁講嘅，我呢一邊係你啱，係九點鐘方向。哇！咁遠都射得中，咁遠都計我射中，黐孖筋。喂，有人嚟緊啊嘛，側邊。好，哇，有隻到咗，有一隻嚟緊，系啊，点解啲时间可以过得咁慢嘅咩？而家仲系两分几钟嘅，点解？我即系而家 keep 住射嘅啫，都只系好嘢。身為一個玩具店老闆，有火神機槍呢個都好唔合理。根本就係呢個秘密嘅恐怖分子嚟嘅，呢個師和啊！喺間玩具店表面上係賣玩具，其實係軍火庫。你講乜嘢啊？六點鐘幫佢做乜嘢啊？咪又係咁嘅機？嗯啊，有冇砸中我個玩具？OK， 其实你都应该帮手射下，应该两支机枪啊嘛，两支机枪你又唔使惊啊。仲有嗰条友，点解一条友可以控制咗咁多模型飞机？好，嗯啊，喂，打完未啊？仲系过咗一分钟未啊？哇！列隊飛行，嗯啊，好，擊落曬全部，嗯啊，係一隻喺邊？喺頭殼頂，我想睇佢滅火喎，我放其中一隻入嚟先，佢掉唔中渣啲喎，係啊，佢都掉唔中嘅。哎，有个掉中啦，但系都唔系唔见佢灭火。哦，呢只冧咗啦，呢只。喂，其他机都睇唔到喺边。哇，有成炸嚟紧。哇！佢哋忽然间扣咗我好多血，唉，前认真啲玩啊要。好。好，佢都冇着火，就唔见佢灭火咯。咩 Berkeley？ 只要你仲可以扣扳机，你就作战到最底。咪做得好啊 ，Carl 啊！你可以走啦，要准备即将到来嘅战斗。我哋要喺海滩度对决，我系话屋顶啊！你中二病發啦，3000蚊，俾咗3000蚊我，呢堆又係幫牌。